还赌终身苦修，就是说他闭关的时候，他有发过誓，就是他死之前他不穿鞋子这样，所以他在闭关房是没有鞋子穿的。好，然后其中也有写给很多七真的一些书信啊，等一下我们看，还有劝世人要金鸡一提教，难中登仙门，因为金鸡提很难，那么修行也很难啊，在难中里面怎么去登仙门？我们现在说的金鸡一提哦。因为我们在开这个前辈介绍啊，对，是母娘给你们的一个金鸡一提脚，对，如果你们再不把握这个机会啊，哎呀，登基就难。那么，对，先碰到人，下次没有先碰。对，那么就是修行不容易，所以他是说，就劝大家要就是说难中又要去登仙门啊，那么就是脱离三界苦海，成为永世逍遥的活神仙哈、啊。好，那么呢？这个骷髅中呢，蒙悟醒悟大道、哦、他用骷髅来度化七真，这个是王重阳他的教化的方法。修行如果不参破生死，没有道可以修，因为呢心中贪恋世间繁华，因此全真门人都要积极面对生死，甚至去用骷髅头来参透大道。那么重阳祖师在还没有度七真的时候，他在陕西活死人墓的时候，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叫做自化骷髅，他自己画了一个骷髅头，我不太会画，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嘛哈。哎，我需要我家骷髅和你往。对不起，变成外星人了。我是外星人了。好，我家骷髅，变高又是骷髅。不大废话。好，其实呢，我看了这首诗，我若有所感哦，我就去找了一些图片哦。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我们他现在在跑哈，给他跑一下。好，先看这边，等到跑完、啊哎。我抓了一些骷髅图，不错，是美女的骷髅图哦，现代的哈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了哈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是王重阳他写的诗啊。他说，此是前身王太峰，这是我王重阳的前身啊。好，因何偏爱走西东？为什么我就这样忙忙碌碌的就这样死掉了？那你骷髅郊野外，逍遥一系明月中，他笑自己是骷髅头这样。此事前身陈立斌之类的啊，很潇洒啊。好，这是王重阳的《重阳全真集》卷一的《自化骷髅》这首诗。好，那么呢，他把这首诗写给那个马丹阳，那个看了王重阳写的这首诗，马丹阳若有所悟，好像开悟了，他有感而发的说：“扶风全道明通一，道号无老，见化骷髅，见到老师画给我一个骷髅头，像 ET 的啊，那猛烈收诗是。”猛烈收心事事修，赶快把我心收回来，什么事我都要割舍了。四旬有六双亲病，已经46岁了啊。佛秀云归，哦，再不赶快修就。他给人家算命说，他只能活到49岁就要死掉。对，这3年活。后来他说你不修，你真的会被带走。好像他后来又多了好几年嘛。又多了12年这样。多了12年，因为说给他听咒，他补修3年就又来听咒成道，听咒12年。所以他命都已经剩下死掉了，他命都19岁要死掉。他那个老师跟他讲说：“你是剩3年活假不知道，对，还掉不掉？”对对对对，
对，所以说就进步了，下工。所以啊、哦，法你把它出山你谈过，当把这个给谈。好，这个是白骨观之美丽的白骨美女，这个是现代最新科技 X 光，比画骷髅好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哦，还有 pose， 她真的是美女哦，你仔细看哦。这真的是美女哦，这真的是美女哦。还有你看，而且她这个是裸女啊，你还可以看她那个裸体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她的裸体，但是各位，你可以觉得她漂亮吗？啊，想象是漂亮的吧。阿斌觉得漂亮啊，还有很多，我超多的，我收集超多张了。好，以后的这些都放到你的那个，而且动作撩人，动作撩人，你看是吧？是啊，骷髅你看，但是其实这样看不出多漂亮，但是身材是看得到，也就是说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我们只看得到外表，我们看不到里面。好，这是骷髅，你看还看得到那个凸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这里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哈。那么就是马丹阳，因为他看了骷髅，然后他就开悟了嘛，他就说：心思走漏贪名利，啊，然后分定刚图，不念身躯。皮比骷髅做兵居，就是要赶快修了，不愿意这个辈子就跟骷髅头这样死掉这样。那马真人看完这首诗之后，他根气很好，他就开始斩断攀援，然后喷铅电狗，都要归于这个中央祖师骷髅中猛悟大道的点醒，于是写下这本《见悟集》。那么王重阳不只是这样点化马真人，重阳祖师仙逝之后呢，都是让马丹阳一肩挑起。那他也向七真教育生死无常的骷髅观，啊，那只有常思维人生死后一切都归尘土，才能坚固道心。所有七真哦，都是这样骷髅悟道的。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哦，第一个邱长春修的最好的龙门派的《翻析集卷之六》，你看他怎么讲？自述蓬头垢面，不管形骸贫与贱，他说他自己啦，蓬头垢面，不管他的形骸是贫穷或是很卑贱，然后呢，抱朴顾神。抱朴顾神，然后恬淡无老，乐本真，哦，然后呢，冰之玉体到了南逃尘土底，紫羽潘安泉下骷髅总一般。那时候的紫羽潘安就是那长得很帅的那种美男子啊，就算你是很漂亮或很男很帅的女孩子，很漂亮，女孩子或男孩子，当时如果变得骷髅头，就像这一张图一样，很性感，全下骷髅走一般，真是看不出有多性感，看不出来了啊，是吧？但是动作的确是性感的，是吧？啊，好，这现代科技啊，好，那么邱长春就是这样开悟的啊。好，再来看唐长征南无派的。水云集卷上骷髅歌，这首歌很好玩。骷髅骷髅颜貌丑，只为生前炼花酒。巧笑轻肥取意欢，血肉肌肤渐衰朽，渐衰朽上贪求。贪财肉贯不成收，爱欲无涯生有幸。至今今日做骷髅，哦，写得很棒是吧？哦，好，不赶快修就做骷髅啦。好，再看哦，这个刘长生这一位是仙乐集哈，五言绝句，这个是去。花街柳巷练戏的那一位，跟美女抱在一起的，然后等一下他怎么样呢？哦，他跟美女在一起修嘛，那他就讲美色误骷髅，哦，难怪他可以去那个地方修。然后知空莫留意，你知道他是假的，你就不会留意了。顿明性命大，真了洞天游，现道变骷髅，死了就变骷髅。知空一念修，命生免下鬼，了道去瀛洲，动念想骷髅，他骷髅特别多。真名千拱收，道成别有体，脱壳上云头，美貌想骷髅，善清千拱千啊千拱修，道全真腐朽，归去上云头，臭烂变骷髅，迷因堕马牛，清真全性命，啊，澎湖懒怨游，试炼骷髅梦，千生卧土丘。而恋灯光死，鹤寻云露生，啊，就是要看破生死啊！再来看一下这一张，我是要加强各位的印象啊！好，这一张也是非常的性感，是吧？啊，很性感嘛，啊，好，骷髅嘛，悟道嘛，啊，那读到此心有戚戚焉，就是，其实刘长生真人说的特别好，说的透气，他说美色悟骷髅，现道变骷髅，动念想骷髅，美貌想骷髅，臭烂变骷髅。试炼骷髅梦，千生卧土丘。看了这么多真人哦，语重心长，这个金致良言得之不易哈，哦，但劝大家好好的
猛醒悟道。如果没办法醒悟的话，这里有社群，你们可以去下载啊，免费下载啊。好，第二个坚悟集，这个骷髅是他里面的第一首诗，所以我要提出来讲。他一开始他就写骷髅了，坚悟集一打开就是王禅给他那首诗，然后他就开悟了，他就把它写下来。他再过来他就发愿了，哦，他开悟之后他就开始出家，然后就发愿了。好，他怎么发愿呢？他说：“四死赤脚还堵，终身苦修，夏不饮水，冬不向火，夏天不喝水，冬天不抱火炉。哦”苦修啊，那么《坚悟集》记载许多马真人哈，闭关苦修的过程：四死赤脚，夏不饮水，冬不向火，我今四死还堵内，夏绝良泉，冬避红火，任正丹炉水火源，施恩欲报勤修养，炼汞喷铅。行满公园，做个红银赤脚仙，哦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因为夏天不喝水，这个是很难的，哦，这么多人，哦，修成法身的，哦，三年内修成法身只有马丹阳，对，因为他只活三年了，他的修成法身就给他增加十二年，给他去办到，对，所以最短的成就法是他，因为他已经存三年活了，所以他的第二就修了，完了吧，所以闭关就闭关三年。闭关三年都没住啊，啊，再没人成法身了，所以这样会急进我可以闭关三年就成就法身了。而且他的是七修里面发的誓愿是最重的。对呀，啊，嗯，所以要知道七愿是怎么修的，嗯。就像我们蔡师兄也很了不起，他说：“母娘我不成就，来世不为人。呵呵呵”这个也是，哦，很大的这个愿力哈，哦。还有那个张师姐也是，啊，哦，很布施这样，我们都很惭愧哈，哦，不简单。好，那。再往下哦，这个坚悟集写给修真，哦，这是七真的诗，哦，他写给七真，那这孙博当然是他太太嘛，对不对，哦，好，他怎么写呢？《瑜伽奥自觉》这本书说，因为他这个孙博太太是大太太、二太太，他是有两个老婆，他应该是第二个，因为他说为 他都叫他二婆，二婆嘛，对，对二婆，大老婆就是留给儿子去带嘛，对对对，而且孙博是二老比较有慧根，嗯，所以话他跟他也去修了，对，所以是第二个，这样了解，所以人家都叫二婆，了解这个是不简单的，我们是抓了很多资料，嗯，去了解整个马丹阳，因为他有钱嘛，因为他说妾，就是有大老婆、二老婆嘛，就妾嘛，嗯。好，他这首诗是其实他已经开悟了哈，哦。他说梦见啊，梦见娇妻称是他的母亲，然后呢又逢爱妾说他是他的女儿，啊，然后是因为前身心不悟，然后心不悟改头换面就变夫妇，哎，对啊，是吧？啊，哦，所以大老婆是他母亲啊，对啊，他的二老婆是他的母亲。我说前世哦，阿斌跟这个。就像哦，他们已经是夫妻，现在变成母子啊，这样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这样的话，然后就赶快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个姻缘嘛，哈，习性嘛，哈，嗯。好，所以看这首诗，其实他很贴切嘛，他讲得很贴切，这样哈。那么郑孙姑就是给他太太，他说：“奉劝孙姑修大道，时时只把心田扫，杀了三尸病六号，无烦恼。”哈，这边心田就是老师刚才讲的那个八世心田。哦，所以他是修得很高的境界的。那么常清常静知玄奥，修问一明如宇照，冲和上下通天晓。就是说，你不要问我什么是如啊，什么是顶啊，啊，什么是照啊？你只要做到了，就是把心田这些妄念都扫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冲和上下，就是应该小周天就可以啊往复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千拱自然成至宝，哦，非常好。霞光捧处归捧岛，这是给他太太的一首诗。那第二次呢，那个这是孙不二那时候在苦修嘛，好，那他来找马丹阳，那马丹阳他 这个前面这首诗是他第一次来找马丹阳这样，后来他问完之后他又回去地方住了，然后苦修了两三年之后呢，那时候下大雪，然后他想说他修行没有太大进步，他又想要去问第二次法，可是那时候下大雪，那他写那个仙姑啊，那些道姑女姑说你不要去，因为这个路途这么远哈，又下大雪，你等春天再去好了。可是孙不二他求道心切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我还是去。结果就一路上就是走累，就睡在那个冷庙里面，或睡在雪堆里面，结果整个脸就烂掉了，因为冻疮嘛。耳朵脸折都烂掉了。那个我们看西圣神说，他要什么热汤啊，都是不一样哦。
真正实际是他冻伤，对对对，是因为第二次要去打马来西亚之后是冻伤，才怎么都不好看哦。对，不是说那喷起来的水一洒下去，还是不是这个现象啊？啊，我们去找史籍才知道说这个史籍才是真的。他这是都毁容了，然后就是说他非常的有毅力，就是走那么久的时间，因为以前没有公车嘛，就冰天没有公交，冰天雪地这样走到都毁容了，就去找马丹阳。但是马丹阳看到他的时候就感动了，他就给他这个八个，所以这八个大家就是回去要给他圈起来，因为这八个对女丹来讲是最重要的口诀。后来我们亲近，就是说孙不会变成亲近派嘛，他里面的丹师第一首也是讲说扫空生命海匠心，也是完全是接承着这个他先生给他的口诀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因为他看到他毁容了还这么坚定，他就给他讲这八个。第一个，你如果女孩子要修行的话，各位在座的女孩子，你闭关，第一个匠心灭意，把心降下来，把你的妄想，老师说八识心田这个都拿掉。第二个，绝虑忘机，因为女孩子很多烦恼，很多恩恩爱爱都要拿掉，第就是你想什么都把它对都要拿掉哦，都要清净哦，所以它叫清净派嘛。第三个是女孩子最容易犯的，借说是和非，因为女孩子会讲是是非非，三姑六婆在一起都会这样哈、哦，这个就会把你修行的口德哦把它破掉了。第四个很重要哦，这个陈情暂起，这个也很难，就是已经清修很久，有时候又想到旧的那一家人什么，你的情就会起来了哈。哦，好，你这一到四都做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完全神气的。好，然后第六个无作无为，第七个功行两无亏，你的三千功八百口都够的时候，第八个你一定可以超凡出世，法身就出来了。那么真人呢，悟透轮回就是这样，妻子孙不二前世是他的母亲，他的爱妾是前世的女儿，因为心没有开悟呢，这一世就改头换面就做夫妻了。那同修夫妻看到只是我心有所感哈，但一切是轮回万法为事。那么真人悟此跳出三界火斩，又引渡孙元君成真，不可思议也，欢同修共勉之。好，再看一下骷髅头，这一张也很性感。好了，对不起，这个仙佛就会说我太没有那个尊严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看千佛集哦，再看他写给邱长春的哦，因为邱长春修得很好嘛，他在龙门洞苦修嘛，他是我们全真教可以说是状元呐、啊，就是修得最好的，他是状元嘛。好，那么他寄信给他哦，寄长春子秋通密，那时候他叫做秋密哈、哦，他的绰号长诗仙，长诗仙，诗意长春子最贤。就是说你是里面我们七真里面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嘛哈，何时得面缘，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成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斩花签，斩花签，写就金银三两篇，人品专品鸾鹤船，是不是他里面就是说他很失意秋长，所以他觉得他是修得很好的很贤能的一位人哈。好，这个好大通哦，好大通，我们知道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后学这个三十六岁的时候，我很惭愧啊。他三十六岁在那个石桥下打坐六年了，连动都没有动，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地方，连动都没有动。下大雨、刮天、闪电、大太阳，是没离开那个地方，都没有离开，就没有能离开那个地方，没有离开那个地方，没离开那个地方啊，不要说没动、啊。但是丹书是写说他没有动，当然丹书这样，真的没离开啊，六年就在那个地方。好。所以、这个就不简单了。对，所以他六年是这样苦修哦，他也没有找避风的地方，然后河水那个溪暴涨淹过来，也没有淹到他啊、哦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淹到他会怎么样？就被飘走了，盖个庙，对，对啊，当菩萨。那么头上放个石头，拜拜。所以呢，七真里面呢，七真里面郝大通以前三十六岁以前呢，他是被人家冷漠的。他去找那个唐长征，南无派的唐长征说，你跟着我干嘛，你跟密宗，你走开，因为他修行不坚定啊，然后他就走掉了，他就去找王玉阳。王玉阳那时候在我们上次有讲过，他翘着脚在悬崖那边修行，好苦修嘛，他也是苦修，然后脚到踩那个石头都流血，那烂掉那个很苦修的那个王玉阳。王玉阳看到他来说，你走开啦，你就觉得他可能没有苦立志苦修，就把他赶走。他赶走之后呢，他那时候就不知道去哪里嘛。哦，那邱长春那时候也在深山躲起来了，那他就一个人想，一个人想，然后后来他三十六岁就决定在那个地方打坐，一定要成道，不然他不起来。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马丹阳知道郝大通已经开悟了，这么苦修，所以他就写这首叫做《思好心》，写信给他。好，他说：“决裂修持是好心，我们七真里面最决裂修持的就是你郝大通了。然后孤云野鹤最悠然，一个人最好，不要这样，很自在这样。要找一个人嘛，这样。”然后我虽黄赌忘其间，就是我现在在避方房也是赤着脚，然后也不能喝水，也没有棉被可以盖，冬天又很冷，然后一天只吃一餐，我也是很辛苦的在修。那你跟我一样这么苦修哈，我们两个哦，日日练心喷药鼎，时时运火补丹田。我们两个如果功成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去大罗天当神仙这样哦。所以郝大通真的不简单哈。好，他称赞郝大通，还有一首呢，写给这个四位真人励志的诗哈，这里面哈就叫四仙韵，秋流弹马，幸遇风仙，这风仙就是王重阳嘛哈，幸遇王重阳来教化，一别山东，他们就离开山东了，然后云水晴川心不穷，因为那时候从那个中央祖师已经过世了，他们把祖师的仙骨埋在重阳，终南山下重阳宫，那么呢，四个人在那边修行，清贫快乐，自在逍遥无作作，清净门庭产出家风和圣经。好，那他第一个秋仙通密秋长春，隐居翻西人不是。第二个通庙流仙，永驻中南丙万元。第三个啊，谈仙通正，自在清平修大定，因为他是修人言大定的，他是修那个打坐的佛教，他是南无派的，对，南无派都是以佛为主，都以佛为主的，对。那么三记三统，因为那个马丹阳他绑三个揪揪这样，所以叫三个法圈的那个啊三统法记法记啊，三个圈圈这样。然后呢，愿主还毒也放庸，我愿意这闭关房里面就这样放庸，其实讲起来好像很懒散，事实上是苦修了啊，很逍遥哈，轻松啊，不需要去沾染。好，这首诗呢，就写出他们师兄弟的修真情谊。在马丹阳那一年是51岁哈，他跟三位师弟将重阳祖师的灵柩安葬在终南山下，在刘蒋村居上。这时候呢，守坟6个月，8月的时候呢，四个人在云县秦渡镇真武庙月夜共坐，好，各言其志。马真人这时候就描述了这段故事。马真人他是斗贫，他要斗贫穷，好，所以他说三季三同，愿主还毒也放庸。那么丘处机是斗贤，所以他说丘仙通密，隐居翻西人不是。那刘真人是斗智啊，所以他说这个通庙刘仙智永驻中南丙万年。那谭真人是斗士啊，故云自在清明修大定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哈，我们来找那个师兄师弟哈师姐哈，我们来斗什么？大家来找一个哈，斗不要冲突到啊！我可能要斗口了哈，斗口。哈哈，以前嘴巴没有好好修，就爱吃东西。美女王给他看，来，你说什么？所以你说这个吗？抱。哈哈哈，因为他是那个很辣的哈。对，好。大家找一个斗什么斗什么哈，斗色或斗什么的哈，大家来那个探讨一下哈，好，再过来哈，这是渐悟集的，算是登仙门，其实就是渐悟集里面的最后一首诗的，就是他的著作最后一首诗这本哈，他这边有个登仙门哈，他说师也师也，重阳师也。然后楚玄几近中青也，岂今年玉花色有谁知也，化人人见归道也，这扶风非开悟亦非愚也，变假真稍能明也，细寻思心或畅略无疑也，想思犯没人过也，难也难也。好，这句话我画起来，因为我觉得前面我是看不太懂哈，我觉得这句话我比较能吸收的哈。他说登仙门就是你要修行很难啊，难啊难啊，舍家难也，因为他们都是出家人嘛，出家人就是跟家里分开了，弃家难啊，舍家很难。然后这个觉爱正贫成难也，这个爱恨都要把它拿掉也是很难啊，处无为清净，从有始有终，从你入门成为道子之后，到你成为真子，即始终都没有放弃，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啊。
譬如死又何难也？但是如果你想到你明天就要死了，那你就报道而终了。那还有什么难呢？好，那这就写得很好。好，那他说论玄远谈微妙，要人听也。但小童肯来寻也，便须当开言路与其讲也。我不能保其亡也。就是说，有人想要跟你。就是知道大道要怎么修，那你可以告诉他，但是我不能保证他是不是可以就成就了。对，所以登仙门很难啊，很难哈。好，那登仙门是建物集里面这个著作里面最后一首诗了。好，他要劝我们这些后进，我们这些全真弟子哈，那要克服哈，这个克服万难必登仙门哈。他说舍家难，绝爱正贫成难，处无为清净有始终难。譬如死又何难？但如果能够坚持的话，就可以登仙门啊！马真人慈悲啊！